哎呀，这天儿咋这么热呢？这都快给我烤熟了都。哎，等等，给我想想。哦，你干啥呢，这是？还能干啥呀？这不在这闲坐着没事儿吗？说这天儿怎么这么热呀？就是，都快给我烤熟了。哎，不是，你这上哪儿呀？还能上哪儿呢？天这么热，我就回家洗个澡去。洗澡啊？带上我呗。哎呦我的妈！洗澡得你干事儿啊？给你搓澡。去去去，一边去。开玩笑呢。你别笑。哎，土豆啊，借点钱呗。借钱？天这么热，没个空调。没空调啊？我那啥，我最近吧，这个手头也不宽裕。你快得了吧，咱满村的人谁不知道你毛豆家有的是钱啊？攒下钱了。你说你一个英国又没媳妇儿，那花能花得了多少呀？哦，这个关于借钱这个事儿吧，也好说，知道吧？邻里邻居的是吧？得说咱们俩关系还是吗？但是说呢，哎，要不这样吧，咱们俩玩个游戏。玩啥游戏？斗地主啊？哎呦我去！有啥地主呀？这俩人能斗吗？嗯，是啊。炸金花会不？炸金花我也不太会玩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炸金花可好玩了。哎，就是一小滚打，从小变大，滚雪球。你别笑。玩吧。行啊。那你带钱了吗？我带钱了，怎么没带？带的不多都。不怕，只要有钱就行。这东西就是滚雪球，越滚越大，越滚越大。哎呦我的妈！行行、啊，走玩，走。来吧，来，走吧。来，干多大了呀？多大都行，要不先一块啊？嗯，才一块呀、啊。这是底，你以后可以加注，可以加倍。就一块钱，我啥时候才能赢到空调啊？哎呦我的妈！那后面你可以玩的。小弟。好，干杯。说话。那我能上五块吗？可以。五块是吧？嗯。跟上。再来。哦。五块开了，你多大？哎呦我的妈！对呀，哎，看见没有，可以算，嘿嘿。来，停，得开，就你这得算还跟我呢？继续，再不干了，干。不信了，不行，两次，阿妹，吓老子一跳，我一惊一乍的。说，快点！我
是鬼。给，跟，跟，呀，还不开啊？那必须的，不开。二十。哦，开了。开了。开了。这么快就开了，没意思。啥牌？嘿嘿嘿，我这是链儿，是勾圈儿，看清楚了啊！我，我先问你一下，是链儿大呢，还是桐花大？啊、那还用问吗？那肯定是桐花大了。这是你说的。哎呀，都是我的了。啊，还是我的呢。什么破牌呀，就差这么一点每次啊。继续我就不信了，我这次哎呀，这么硬下去的话，很快我的空调就到手了呀。我告诉你别得意啊，我好好洗洗牌。我洗，随便洗。来啊！跟你说啊，这把玩吧大，哎，我不看牌了，我玩案子。看了。爹，我安排。案子啥意思啊？哎，就是说，我不看牌，哎，我压十块，你就得压二十。哎呦我去！我压四十，你就得压八十，就是翻倍的压。哦，那我也不看了呢。你不看了，你也不看了，那就一样呗。我压十块，你就压十块。行，不看。你也不看了。不看了，那必须得有点魄力。哎呦我的妈！来，上吧。把家人全掏出来。哎妈！十块。这么大？就玩就玩，玩这么大了，来吧。来，谁怕谁？二十，看清楚了啊！给！二百。那我没钱了，怎么着？没钱，你自己想办法去呗。反正我跟你说啊，这个牌你要是开不动的话，哎，那这些钱可都是我的了啊。怎么样？哎，干啥呢你这是？我把我自己压这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自己压这啊？那个，漂亮。这咱不得这么开玩笑的。可是我没钱了呀。那行，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了啊。这个你要是把你自己压在这儿呢，那一会儿我万一说赢了牌，你就得跟我回家了。那要是我赢了呢？我给你回家。我不要你，我要钱。跟你开玩笑的呀，你赢了这钱都是你的。行，开。开。看看你牌，那个漂亮，我就不看了啊！我今天摔一把，摔，随便摔。哎，哎呀，我这告诉你，这是大牌呀，这可是。漂亮，走吧，跟我回家吧。看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狗娃！这是啥呀？别动！啥吧？是不是啥啊？我跟你说，这尖儿，这是这里边最大的牌，再也没有比它大的了。这是炸弹，知道吧？你通话也不好使。哎呀，这天哪，都是我的了！没了，钱没了。哎，来了。
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，你已经把自己压给我了。哎呀今天可真好呀，不仅有了钱还有了个媳妇儿，走回家走吧。